欢迎收看《老三讲古》，咱今日继续要来讲耶稣的故事哈。耶稣跟咱讨论一个问题哈，什么叫做公平？阿咱来思考，来，这是一个棒啊哈，即马拢公平嘛哈，来你看哈，来，我这边、哦、来扛一来，安尼是毋是无公平啊？对吧？来，无要紧，我即佫 诶，无、欸、公平，两，无公平，三，无公平，四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啊，你有公平无？啊，你公平嘛对不？哪有公平啦，这边是一粒，好我爱让你看哈、哦，哎呦，用手提较紧啊，这边是一粒，一克，哦。 即边是七两来用对，安尼。即边是四圈，哪有公平？一粒甲四粒边哪有公平？但是实际上，你拄啊看着嘛，你放伫一个盆啊内底，你甲放落去，都、就是四个才会平。你若一比一，一粒比一粒无平，比两粒无平，比三粒个无平，你讲哇安尼比甲四粒落去，煞变公平。 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不要看表面嘛，你表面上看起来无公平，你再看四个，再看一个，但是你看了一个崩下来这个崩，其实安尼才是公平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人在看的公平，你呢看他看表面，你看不出来，都爱上帝提一个崩啊崩来讲，安尼才叫做公平啦。来，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啥物呢？耶稣讲，啥物叫做天国？天国？ 都是公平的啦，安、啊、那公平呢？有一个主人，哦，一一个一个国际机场足大片的啦。啊，即么收成的时间到啊，吼、哦，赶紧叫人来收啊。所以即个主人呢，一偷走了出去外面，叫人来收啊。所以咱足济台湾人仔即么去即个纽西兰啦、啊、澳洲啦，吼，去打工度假，你聽有听讲过不？就是伊出去外面，吼，专门去其他的国家共办国际嘛。 你像我卡早啲纽西兰，纽西兰上出名叫做奇异果、哦，吼，气味奇异果，我一人足贵个嘛，吼、啊，啊伊就是喺叫人去办，所以咧，我足济台湾囡仔二十几岁吼、哦，体力好啊，晓得啊哎，著、啊、出国，啊出国咧，伊著是甲迄边个政府申请讲，我要来恁个国家替恁办国置，所以有一种签证叫做打工度假，著、就是讲我毋是拢總,总去上班，我是去佚佗。 啊、我是佚佗吼，先算办过期安尼啦，一减二五啦，吼、哦，会呀，我若佚佗啦，啊，我若会当甲你办过期安尼啦，所以有一种签证、哦，有一种签证是一年，你会当来一年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也去申请，伊、啊、有一个名额也限制，若申请诶人高，伊都无够开放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几年咱足济青年人，拢去即落澳洲、纽西兰，吼，拢去即落所在，都、就是拢去办。 水果。所以有即个制度，噶即摆也佫有。亚所有个时代，两千年前也就是安尼。迄个主人，过即户个主人，一套早着去叫，叫诶，我需要工人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直接一千，安尼啦吼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一百万一百万，啊，当然即摆起业家啦吼，即摆可能来讲代表来讲，直接可能爱三千啊啦，啊。 啊，只是三千，好话咱安尼讲，只是三千，来来来，只是三千。哦，啊，讲几点做甲几点？啊，你著透早，迄像迄班过节透早天光著会当办啊。哦，透早六点著会当办啊。透早六点晚甲下晡四点安尼、啊、啦。啊，出来工作。哦，大家工作咧，工作安尼。啊，过一时啊。哦，迄人工作是拢叫起来底做啊。哦，啊无人啊嘛，啊无人做，人著转去啊。 但是，迄果枝五日办吼，你莫看一枝树啊？迄一枝树啊，结足济吼，你办袂了呢？主人一个看，哇、哦，安尼办，今日办袂了，我阁出来巡一下。所以呢，六点出去叫一杯，八点阁叫一杯，十点阁叫一杯，中到十二点阁叫叫一杯啦。所以每一个工人，以及去即个葡萄园工作诶时间呢，拢无共款。 但是这个主人呢，足好心的啦。主人讲吼、哦，都无论几点入来啦。吼，啊，拢共款啊，都今仔日我都拢一人发三千块尔啦。安尼，啊，大家拢入来做啊。先滴吼，甲这边下班啊哦哦，甲那个这关门啊哦。主人在咧看，阿内阿够有人啦，已经过中道，恁个伫遮咧倚啊，恁是无看其他人做呢？啊？外面這裡只阿工人讲，无啊，啊，阮都。 知影厝诶有空过无用啊！啊，阮中昼则出来徛，想讲看有难啥诶，通做啊无啊？啊，即、這个主人讲啊，弄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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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啦。所以呢，有看到人就拢总叫一摆，啊，即叫做天国。啊、也用即个比如讲，什么叫做天国？啊，有人从细汉到伫教会大汉，你像我木鼠仔，有人从细汉著信耶稣。 有人四十岁才信耶稣，阁有人八十岁才信耶稣。借问啦，敢有人倒咧病床顶，最后迄口嘴要吞落才信耶稣？有无？有啊！阮做牧师常常买咧争取即种个啊，拢咧病床边啊，最后的机会甲把握啊！你要即马赶紧信无？要会好哦，要会好哦！ 只要你即马愿意点头，上帝无可能变强，上帝给你邀请呢，未给你变强，邀请买无啦，买无啦，赶紧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入上帝国啦，买无啦，你只要只要目睭开开睁睁，你点一个头，Yes，弄一排啊，这个是天国，你知道，这就是天国啦。耶稣讲天国。 都是大門應當拍開，啲關門前，任何人攞一當就埋，無論早来晚来攞一當得到救援。但是問題嚟啊，咁大家要下班啦、啊，主人點解發工錢啊？哦，阿先對就嚟上班一排啦，来啲先咩？三千，啊，中頭嚟三千，十点来。 三千安尼啦，你发了吼、喔。但是迄个上早一摆，一套早六点一他他到一排，伊等于看着迄个主人发到迄个上万一摆三千个阵吼，伊家己都咧想啊，你知？迄家己想的毋是主人讲的哦、喔，这是人性。迄、那个上早一摆，伊毋知影讲主人逐个拢发三千，伊毋知，伊家己偷偷啊咧想啦，哈。 啊！你要下班才来，我那摕三千哦，哇！啊，我今日摕两万，对无？嗯，伊、啊、只做两点钟就提三千，我做八点钟算毋免？所以伊就家己偷偷咧想啦，讲我啊，哇我今日遮辛苦着，我一定咧上济啦。人会安尼想无？一定会嘛，绝对会嘛，哦！我就是安尼想、啊 各位你，你敢知我这款嘞，自细汉教会大汉，阮爸爸无师，妈妈无师娘。我伫妈妈巴肚中个阵，那我妈妈就伫教会咧大起嘛嘞。这个细汉，我都在想啊，哎，迄有个人吼，新年所差一两年，有诶近两年高过我，我偌久啊。话，你敢知，你想我即马即年年纪啊？食甲五十几岁啊？诶，敢有人新年所比我较自信咩？ 我对妈妈不多来多信耶稣啊啦，啊，无人比我较啊啦，我信耶稣真久。我得到上帝好嘅福气，一定上济。人都是安尼想，人都是会安尼想啦。所以你若看到一个人，啊，即人拄都信耶稣，哦，啊，即人拄都信耶稣，两个位呢，得到安静。 上帝安尼祈祷了，上帝甲地约好，我心内安尼想，我心内想讲，哈，这个人得着感情，才信主两个月得会好。啊若安尼像我即款的主事人的教会啊我毋着拜读不亲，啊，安尼我毋着当得着细死感情，毋惊死着对啦，金刚不坏啊啦，哦，哦，啊这拄拄信主呢，都活八十岁。 哇！這樣這樣這樣啊！呐，照安尼想，我们著食八百岁对无？拢会安尼想啊？恁都会想讲啊！我信主介久，上帝一定特别疼惜我啊！我绝对要上座啊！我甲你讲，真的会这样想。我无甲你骗。恁这种靠板信主的，你无度体会阮这种人的心情啊！阮杰算信仰自由生，对无？耶稣天才生，哦，天生的。 已经我上帝竞选做信徒，我欢喜上济啦吼！甲其他个老百姓呢？结果你敢知影？甲领钱的时阵，迄个上早一摆领，块，知你知啊？三千，昨昏去配棉，甲主人嚣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欺负我對了对毋啊！凭什么一一百一伊二两三千，我接百一百五两三千？哦，甲伊大细声呢？即个主人就讲啊，讲。 我敢么欠你？朋友啊，我是毋是甲你讲过？你一两钟是唔签约？讲你今日做工一工，互你三千。我无亏待你，我无甲你骗啊！啊啊！我要付你三千，伊工作两点钟，我嘛要互伊三千，未使哟？钱啥物人嘅？钱我嘅啊啊,啊！我要付啥物人？敢毋都要经过你同意吗？ 你要笑死人嘞，对不？钱是我的，我著算要摕出来管嘛无你诶代志啦。我要摕出来分，去只分三千，敢未使？哦，即、这个故事在讲啥？耶稣讲即个故事足切咩？耶稣在讲即个故事，就讲亲爱朋友啊，啥物叫做公平吼、哦？你看无啦，啊，你若敢若看表面无公平啦，上早一排，上晚一排拢领三千，一定无公平。你真正你会受不了、哦，啊变安怎？来啦！ 一比四啦，这叫做公平啦。上帝有伊个规则，上帝有伊个看法，上帝伊自然的去处理，什物叫做公平？咱点点著好。那上帝讲这里诶，咱就欢喜，钱领嘞，对无行，来食宵夜，钱领嘞来食火锅，著安尼尔嘛。哦，毋通去管别人安怎。上帝讲，我要对什物人好，迄是我诶自由，我有我诶公平，我毋免对你介少。 亲爱朋友，世间咱看无，什么叫做公平？我甲你保证，你无可能看无，因为你毋是上帝。咱只要相信上帝有伊诶公平啦，咱点点啦，哦，到上帝发咱咧，咱欢欢喜喜伫咧搭底下享受咱诶人生，安尼著好，安尼过日子较快活。后一集继续收看耶稣诶故事，多谢。